小朋友们好，很高兴又到了分享海底小纵队玩具的时间啦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海上冒险直升机飞翔哦。海底小纵队是一支关于深海冒险保卫和平的一支警卫队。飞机螺旋桨能转动，试试看转动曲柄。转动曲柄，救援栏就能降下来咯。按按钮，还有语音、音乐，里面有八个队长、直升机。玩具拆出来啦，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。哇，这架飞机好炫酷啊！是一架绿色的飞机哦。上面有海底小纵队章鱼堡标志，里面有一个小篮子，救援栏，这是驾驶室，按钮。巴克队长的语音。螺旋桨能转动，转转曲柄看一看，先把飞机的轮子打开，底部打开，然后再转动曲柄，救援栏就能降下来了。哇，篮子降下来啦！继续降篮子，哇哦，篮子好长啊，收起来咯。篮子收好了，把飞机的轮子收纳进去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直升机就给小朋友们介绍到这儿。再看看我们的巴克队长，巴克队长的头、胳膊还有腿都能活动。巴克队长来看飞机了，我们跟着巴克队长一起去冒险吧。巴克队长飞上天喽！巴克队长在天上飞呀飞呀，咦，下面有一颗蛋，下去看一看。呜呜呜呜！哇，我的救援栏刚好能装下这颗蛋呢，我要把它带回家啊！今天有收获了。呜，巴克队长飞起来了，然后他降下救援栏。我们帮巴克队长把蛋放进去吧。升起来。就这样，巴克队长带着这枚蛋飞走了。哇哦！
克队长的飞机飞得越来越高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和巴克队长一起去冒险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